板凳深度就在看这一刻。偏外侧的坏球，四外球保送。刚讲到啊，现在球数落后啊，潘威伦这个球呢也投得比较外角一点点。在一局的下半呢，保送了林奕泉，变成一二垒上有跑者。输赢先不论了，但两队的选手拼斗精神真的一流。这一个球还是偏高，四坏球保送，连续保送对方第四棒，在第五棒，哇，现在要挤成一个满垒的情况了，在一局的下半。